白荣，你是不是在暗示青龙会刑堂上所招供的应该没有隐瞒？因为他当时差点就吓坏了他。那胡威又承认一切都是他干的，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，白荣没有参与杀人，也许明天就可以放人了。真的？ 回家了，你已经被无罪释放了。小荣，别怕，是我，我是江儿。江儿。 你真的是健儿吗？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一切都结束了。胡威他已经死了，他畏罪自杀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威胁欺负你。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为我受了很多委屈，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受苦。嗯，江。 真的要走？嗯。既然我和小荣的事儿，所有人都知道了，我们两个只有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。那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离开蓝水，到别的地方生活。 你们一起走。是的。经过那么多事情，我们再也不能分开了。望你成全。按理说呢，身为长辈，我绝不应该纵容你和你的姨娘走在一起。 但是现在大根也不在了，我也明白你们的苦衷。我生生要把你们分开，也没有意义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你是林家的当家，林家面粉公司的继承人。你走了，公司怎么办？林家怎么办？ 叔，您知道我不是块做生意的料。经历了这2个月的生死劫难，我也看清楚了，什么财产、名分，全是过眼云烟。只有珍惜对自己好的人，才是最实在的。二叔。 公司的所有权跟经营权，以后都交给您了。交给我那怎么行啊？大哥留给你的。二叔，其实这些年来，您对公司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。
所以这林氏面粉公司的大东家，您当之无愧。股权转让书我都已经写好了。好吧，既然你们二位去意已决，我再挽留也没任何意义。那行啊，公司我来管，我会给你们一笔。 足够你们后半辈子用的资金，不过你记着，林家就是你们的家，什么时候想家了，就回来看看。多谢叔，谢谢成全。 今天你二叔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，连江带着白蓉已经离开了兰氏。他们去哪了呀？那倒没事。哎呀，我觉得啊，他们走了也是好事。如果他们继续留在林家，那你们谁心里都不舒服。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，这也算是友情终成眷属了。那面粉公司怎么办呀？林江已经把面粉公司全权转交给了你的二叔。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。我爹走了之后，林家终究还是散了。哎呀，一个人犯了罪，法律可以惩罚他。 如果一个人在感情上犯了错误，就单凭内心的煎熬也够得受的了。林江和白蓉的不伦之恋，就算你们林家人可以原谅他，他们自己的良心也原谅不了自己。哎呀，由他们去吧，这样对你们大家都是一个解脱。我明白，我只是舍不得。 好了，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了。快尝尝我今天刚发明的新菜吧。你干嘛呀？你准备把我当成试验品啊？能当本小姐的试验品，那是你的荣幸。好多人想吃，还吃不上呢。快尝尝吧。嗯。重大新闻！重大新闻！日军与国军擦枪走火，战争一触即发。号外号外！重大新闻！ 日军与国军擦枪走火，战争一触即发。林先生。 外面有位日本人来访，是那个什么叫山本傻一傻二的，就是他。他来干嘛？让他进来。是。林先生，别来无恙啊。 听说林先生掌管了公司，成了林家公司的大股东，真是可喜可贺啊！你就来找我有事儿啊？想必林先生已经知道了吧？我看报纸了。那林先生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？看吧，四个字：匹夫撼树。 哎呀，看来林先生对中国的将来太抱有幻想了。我们大日本帝国国力昌盛，军力先进，皇军进入蓝水，那也是迟早的事儿啊。我明白。你明白？我当然明白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蓝水啊，乃至全国的
牛肉店的牛啊，都让你们小日本给吹死的。你要吹牛啊，你到别的地儿吹，我没时间跟你这耗。你要话说完了，您就可以请了。还没有，我是想说，如果蓝水的战火一烧起来，你们林家苦心经营三代人的产业，就要在战火中毁于一旦了，太可惜了吧。林家的以后自有林家的造化，不劳你费心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不妨您再考虑一下，把林氏面粉厂转让给我，日本的企业是绝对安全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现在不比从前了，这个收购价格我不会给的这么高了。真是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啊。您这栽赃徒劳无功，价格战又惨败而归，你还想吞并林氏？我告诉你，死了这条心吧！啊，就算日本人打进来，我一把火把这林家面粉烧得灰烬，我也不给你留一丁一点儿。林先生，您可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！你都知道了，我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，所以。你趁我没有把你打得满地找门牙，你赶紧给我滚！你可千万不要后悔啊！滚！妈的，是日本人，这么快就打过来。这是我们早就预料之中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很早就着手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。救亡会那边表态了，救亡会的最高领导已经同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过些日子我会和他们见面的。那我应该恭喜你，玉玺到手，发展组织，现在林家大门又破了，你是三喜临门。国难当道，何喜之有？也许等一切圆满解决之时，就是咱们的分别之日。你要走啊？这儿的任务完成以后，我必须马上离开蓝水，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鸟一派呢？小子好了？放外边吧。没有不散的宴席、啊。行了吧你？你最离不开的是林夕，不是我。再说了，这走也只是说了，还怎么的？案子还没结呢。虽然说胡威已经畏罪自杀了，可这脸上长疤的女人还没抓着呢，怎么也得把这帮凶抓着才行。我已经跟李福说了，咱把通缉令发下去。咱们呢，只能坐等消息。有件事我很奇怪，你说这脸上长疤的女人怎么这么快就知道胡威被捕的消息啊？会不会局里有内部人走漏了风声？这也不要走漏风声吧，胡威被捕的消息很多人都知道啊。我在琢磨，他们俩是不是有自己独特的联系方式，比如每天啊，通过某种方法互相联络一次。突然，胡威联络中断了，那他自然也知道他被捕的消息了。哎，这也只有抓到那个脸上长疤的女人，才会有答案呢。那女人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她肯定不是林家的佣人。林家跟我说了，说他管胡威叫小少爷，这我就更糊涂了。胡威农村长大的孩子，怎么成小少爷了？这也只有抓到那个脸上有疤的女人，才会有答案。真是，真是。来，这胡威的尸体，
就在这停车间搁着也不是事儿。和他有关系的人也不多，胡天伟去世五年了，不会有人为他收拾了吧？虽然他是个撒了谎的臭鸡蛋，可人已经死了。不管他生前犯了多大的罪孽，还是入土为安吧。我看咱们俩自掏腰包，我不用花花算了。还要自掏腰包啊？是啊。是胡威，把他抬出去。等一下，这包是假的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包怎么是假的呢？这明明是坐上去的嘛！哎，验尸的时候怎么没发现？尸体放了好多天，皮肤萎缩了吧？要不你根本看不出来。这么说，胡威身上的疤自始至终都是假的？胡威恨不能让自己从头到脚每个汗毛孔都跟林江一样，他给自己做一假伤疤，这不自找麻烦吗？怎么了？没多久就不认识了？你手上的刀疤，我告诉你，林江根本就没有。我还需要说别的吗？你这贱货，你敢出卖我？别，不是，你敢谋杀我，打他，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我没有你。我们在林家抓走的就是胡威，而且胡威也是在看守所自杀的，抓的时候没有错，只是后来被人调包了，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那这个，这是林家。哟，两位探长，又来提审犯人来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哎，你们这干什么的？都同事嘛。哎，两位探长，你们把我带到这里来，是不是？是什么意思？我犯什么法了？胡威自杀那天晚上，是不是你当班？是我当班，怎么了？那天晚上有人去看过他吗？没有啊，一切都正常。正常个屁！死在牢房里的人啊，根本不是我们送进去的胡威，他被人找包了。这我一点都不清楚啊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天晚上没有外人进过牢房对吗？啊，一切正常对吗？啊，那么偷梁换柱，在牢房里杀人的人就是你，为什么这么做？不，不是我呀。这真的不是我呀，那是谁？那天晚上，确实是有人去过，那是在出过反叛以后。队长，这是什么人？两个家属刚来探视一下那个叫胡威的犯人。都这么晚了，你们还来探视，不能等到明天吗？啊，长官，您看，您行行好，通融一下行吗？这么大岁数了，来一趟不容易。哎呦，他着不得风啊，病得挺重的。谢谢，给您添麻烦了啊。好，跟我来。哎，多谢多谢。
等一下。长官，您看能不能让我们单独聊十分钟？单独聊十分钟？啊，就十分钟，麻烦您了，谢谢啊。行，就十分钟，抓紧一点啊。十分钟以后我来开门。谢谢，麻烦您了。抓紧啊。十分钟之后，我打开看守所的大门，那两个人就走了。当时我看见胡威躺在床上在睡觉，是吧？也没有什么异常，啊，很正常的。我就把那个牢房门锁上就走了。没想到第二天他就自杀死了。这么重要的情况，为什么不上报？这，看守所里死了犯人，我怕担责任呢。来探视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老头。那老头他长什么模样？那老头戴帽子，捂得严严实实的。哎呀，我也没看清，反正就看着他，哎，留着个长胡子，走起路来这个晃晃悠悠、颤颤巍巍的，走也走不稳了。天衣无缝，用这个把他手腕割了。他们离开牢房的时候，穿长袍的那个人自然就换成了胡威。真想不到啊，他们绑架连江时用的偷梁换柱居然又给咱们使了一次。那咱们从仓库里救出那个人岂不就是胡威本人呢？那仓库的面袋子上写着的 SOS 是胡威故意让我们看见的。那仓库那场莫名其妙的大火，根本不是为了杀林江而毁尸灭迹啊，而是为了给胡威烧伤找个合适的理由。烧伤？他当时烧的是右臂吧，对吧？对。而胡威胳膊上的伤疤，正好是在右面啊。太冒险了吧？咱们如果不能及时的赶到仓库，他们岂不是把自己烧死了？他们不会那么傻。你以为他们会在赵老虎的仓库里等着咱们呀？也许从一开始他就藏在仓库后面安全的地方。胡威被咱们逼到这份上，只要有一丝希望，他都会不顾一切。苦肉计？不只是苦肉计，漂亮的灵魂计。胡威以林江的身份再次进入林家，让真的林江成了替死鬼。苦肉连环，偷梁换柱，费了不少的心思。白蓉的处境危险，他现在跟胡威在一起，又一次被利用，成了他们金蝉脱壳的工具。马上派人去找白蓉。但愿他们没有走太远。
小琪在吗？二叔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看看我侄女啊？快进来吧。小琪，进来过得怎么样啊？我现在挺好的，二叔，您呢？哎，凑合过呗。白天嘛，就忙公司的事儿，晚上到了家里，想忙也没得忙了。二叔，现在公司的担子一下落在你的身上，你要多保重，千万别累着。房子人小好啊，攒得住人气，热闹。小琪，二叔今天来呢，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。二叔，什么事儿？您说吧。你看咱们家呀，最近出了那么多事儿，死的死，走的走，现在那么大一宅子，就剩下我一个人，孤零零的。二叔，我何尝不是这样的感受？我总想起以前的那个家，可是……这就二叔今天来的目的。你看现在林家就剩咱俩了，你住这儿，想见你也见不到。那边我一个人，偌大一个宅子，我一人住着。还有啊，小溪呀。哎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啊，住在柯探长家里，无名无份的，传出去也不太好。二叔的意思呢，回家住吧。可是我搬回去住的话，只怕会给咱们家惹麻烦，张德昭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哎，你放心，没事了，日本人都快打过来了，他哪有闲工夫管得上你们救亡会的事儿？那好吧，一会儿我就去收拾东西，跟您一块儿回去。哎，啊，对了，小琪呀，嗯，叔叔还有一事儿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要认真的回答。嗯。你是不是喜欢柯阳？行了行了，你也不用回答，叔叔都过来人了。也看得出来，柯阳也喜欢你，要不然不可能多次出手救你，完了还替林家解围。没事，这事儿，二叔给你操办婚事啊，我找人去给柯阳说点，这样也有个终身依靠，叔叔也就放心了。二叔，这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？郎才女貌。放心，没事了啊，咱们先回家，就等着柯阳上门提亲吧。妈，我把小溪接回来住几天，你要替我好好照顾她。哎，小姐回来太好了，你看现在家里空荡荡的，看着多让人心酸。哎，小姐，我去给你把房间打扫一下。不用了，张妈，我自己去收拾吧。二叔，我先回房了。去吧。Thank you.
你别太难过了，人死不能复生。我知道人死不能复生，但是，大嫂，其实我这次来是有点事儿想问你。什么事？警察是不是找过你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们也找过我，想必你也应该知道，他们在怀疑潘伯伯，对吧？他们怀疑潘伯伯的理由是什么？他们在你大哥的手里发现一颗纽扣，跟我爹用的一模一样。这不可能啊。二叔。嗯，这是干嘛？这是我爹的衣服吧？怎么会在我这儿啊？我怎么从来没看他穿过？哎，这个他又不是。大老爷，二老爷，爹回来了。江儿呢？半个时辰前出去了，说是不舒服，去诊所拿点药。这个衣服是你爹在林江结婚前专门定做的，因为这个潘鹏程喜欢穿这种衣服，所以我估计他大概想在潘鹏程面前示好。可是我爹在婚礼上没有穿过这件衣服。没有吗？我也不记得了。怎么了？二叔，你看，衣服上掉了颗扣子。我大哥死的时候，手里握着同样的一颗扣子，就是这件衣服上面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？难道我爹才是杀大哥的？小希，怎么可能啊？不知道谁放在我衣柜里的，这是我娘生前写的信，还有这些照片，看了您就知道了。这又能说明什么呀？我爹早就知道有个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，就调查了我大哥。他怀疑大哥不是自己的孩子，所以大哥很可能是被我爹杀死的。小希，你的话
怀疑不是没有道理。小海可能是你爹杀的，但是你爹已经不在了。现在警察都认为小海是胡威杀的。咱们就将错就错，把这事给隐瞒了。那毕竟是你爹，我的亲大哥。他一辈子那么在乎自己的声誉，我不想在他死了以后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你也不愿意，对吧？可是，好了，事已至此，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，何必再节外生枝呢？对不对？而且你想啊，这事有可能毁了你爹一辈子的声誉，何必？这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啊，给我吧。这事以后不要再提了，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啊。你小小年纪本来应该过着快乐无忧的日子，却让你卷进了这么多事儿。说的真是愧对你啊，二叔，您别这样说，谁都不希望发生这些事情。是。好了，叔还得去一趟公司，你在家好好休息，好吧？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到现在还没有白荣和胡威的消息。老板，你先告诉我，胡威他为什么要混入林家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他费这么大力气，不就为了钱吗？那他好不容易从监狱里跑出去了，啊，成功的冒充了林家，那为什么他又突然转让财产？那他是怕再次被识破，舍居保帅，走为上策吗？那你再告诉我，既然胡威要逃跑，他为什么要带着白荣？是，带着白荣一起走，就像带着一颗定时炸弹。他能识破胡威一次，就能识破第二次。跑路的话，带白荣无疑是祸害。这一点我也没想明白。是你问我还是我问你？你接着讲。我得赶快给林半山打个电话，告诉他林江已经死了。警察局，林半山先生在吗？柯阳，怎么是你啊，林星？我刚回家不久。你找我二叔有事儿吗？那也好，你马上到警察局来一趟。如果我们
同样的追求，火把从我眼中燃烧到另一个人的心头。什么都能丢，真心不可丢，什么都没有，你绝不能没有。也再长也会变成白昼，我用我的怀抱和血肉与你长相厮守。最拥有，才叫做真，不是真的天长地久。